らっしゃいませ。趁等待的时候来宣传一下，在每周二三晚上九点，在古桥跟秋叶店附近接最新的两集。那礼拜天在东华电视台是一次连播两集，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哦。要看我是啊，像我的那啥。所以周，你跟我们讲一下，说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我现在在做各路香特浓咖啡。对，我现在等到上市刚好要停这个。哎，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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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我现在倒进去这里面哦。这是叫黑糖，黑糖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快闪一下，来了，各位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全部都要写字，太多了，不，这要老师说要用嘛，太多了，倒数。OK， 都装好了，拿起来给你们看一下。
看我。拍那里。没有，没有，我似乎拍到我自己。加两号。因为刚好你刚好照了。我自己其实到现在也蛮喜欢喝咖啡，所以我比较喜欢咖啡机，但不是这种，蛮特别的。